现在这种争光的这种荣誉感特别强，舞台上音乐一响起，他们就是对手。马上有请第一轮对决的四位姐姐。我们每个人就跟打了鸡血一样，从心里到身体，满满的鸡血，满满的正能量。我们四个人的无价之姐，一定是最炸的，最炸的，最炸的啊！就上战场，你必须得扛。我很想用力的让我的团都能成功的晋级，我不想看到任何一个人走。想好好珍惜这个舞台和认真去对待这个舞台，所以我不想有任何遗憾。